我叫张宁，24岁。刚开始去找工作的时候，我找了3个车人家都不要我。从2009年拿驾驶证到现在，相对于来说绕了这个地球60圈左右。他跑3天一个来回，然后我2天一个来回，刚好我们一个礼拜能见一次面。嗨，因为还是全女天穿。男人的傲点，女人的低傲，孩子的傲的傲。哎呀，再辛苦努力点点，我们早点买个房子。要得。小时候因为家庭条件穷的嘛，所以没读得过那样出来。你想美呀，想得很。像我们家这种重男轻女这种观念哈，我妈哪怕就说生得再多，都要生个儿出来。你不问哈你家住贵是哪里人呐？他的话我是不主张他再开车了。我才不得干，我不得屋头给你当带娃娃人，啥子叫我也不去干。说不说是你的问题，同不同意是我的事。以前的怨恨是有。我说过我不建议他的过去，是我不希望把他的过去带入我们以后的生活。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，我要个人靠我个人买车买房，我不会靠任何人。